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神知识，各位神仙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，众生阿弥陀佛。咱这节啊继续过来讲风水真经，哈、哦，风水真经啊。过去啊，我还未开始讲这风水真经，风水这个阳宅风水以前啊，好、哦，这个的社会啊。咱人一个毛病，对风水又真正需要，但是唔敢讲，需要阁唔敢讲，咱人的毛病。好，因为呐，若讲到风水咧，惊人笑讲啊，这个人无智慧、无水准，好，所以才讲风水。即么人的毛病就是安尼，啊，但是阁有需要，又需要。阁需要我了解这风水的问题，哈、啊，阁你是需要风水的，啊，家内未平安、未平顺的时啊，哈，需要这风水啊，这个大师啊，来个看耶稣，甲迄个调整排解，哈、啊，所以人啊，拢生点点矛盾中间啦，好、啊，这是这点子你来啦。好、哦，社会咱人的心理的现象。啊，咱几个先师啊，王禅老祖、大慈大悲啊，好、哦，伊过来下凡尘啊，好、哦，过来普度众生，好、哦，将这个啊风水的妙法啊，好、哦，以最科学、心理学、天学、物理学，这个方法，这个法门啊。这个妙法啊，来讲这个风水的道理，好，要破除啊，咱过去一挂迷信、无知的思想，哈，这就是讲贵国先师伊的慈悲啊。而且呢，你风水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平安，影响到人的平安。尤其呢，囡仔的心性足重要，囡仔的心性，囡仔房间伊卧室啊。好，房间卧室，那是讲迄个夜桌啊，坐了唔对去，先读，就你个字伊就背起来，字咧你问个乖呢，你不用咬出来，伊在内底算算伊个，哈，你后尾去去，啊，结果怎办咧？一夜咧，迄夜咧，嘛无翻过第二夜，哈，啊，囡仔咧困袂着，你干哪你家困，你迄个，一起面顶在口个说，面顶口个跳，你后尾去去，无内容，迄未解决。迄就是咱厝一大环境，眠床啊、床位啊，出来这布置，迄嘛是风水风水。曾经有一个真大大中央级的大官员，好啊，刚刚啊咧，啊夜间啊咧，唔敢读册，好，伊就足气啊，啊足气诶，伊囝诶老师，伊甲报讲啊，你来。找张老师，哈啊，因为张老师找为啥？伊讲风水可能有问题，哈，迷信啊，风水是世界上迷信啊，世上风水，系啊，那伊老师说唔得咩用，好，啊，就我帮，经过差不多三四个月咧，迄个囡仔咧，伊囝咧，啊，就开始咧去抗议，那我班长的同学吼。人都去找迄条，都找佛祖，甲找王禅老祖、贵国先师，哈，啊，将伊的缺点哦，甲改了，人迄吼
因那些同学呢，心足平和啊，功课都前都跑到我前面去了。阿就跟老爸讲，老爸呢，面子无啦，啊，惊面子无，啊，再叫伊太太，叫伊太太喊老师来，陪来找王禅老祖去学禅师。啊，都坐的是啊，两个都是坐的，碰到孩子会都坐的。啊，坐的对面坐的是啊，伊的妈妈都，吼，我这囡仔吼。一直唔读册，多一点个字咧，吼、哦，叫一坐咧，一干啊，哈，头壳懵，头壳懵，啊，就安尼嚼，安尼嚼，那是高三啊，吼、哦，足气诶，啊，啊，那个叫困咧，伊唔困，啊，伊唔困咧，去诶，唔困诶时候，啊，伊就坐门后壁，门开咧，门关咧吼，伊就坐后壁坐独孤，吼、哦，迄个要气死我，唔知咩啦，安尼个，啊，有一天诶吼。再问我囡仔，你是安那？你唔读册，你唔坐，啊！你是面对无？我困在床后，我就感觉足难过嘛。我可能我好像有人要打我，要抓我嘛。我书桌的时候有人在敲我头嘛，有人在敲我头嘛。好、哦，所以我是痒嘛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叫奇怪了，这里到底是囡仔精神有问题啊？无啊，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好，伊做这代志，甲伊囡仔爸爸讲，啊，爸爸就想啊，我做中央级的。中央级的官员，吼、哦、大官，啊我安尼咧，面子拉不下来，讲现代人咧讲什么风水啊？啊不过这情形来咧吼，无法度啊，哎，伊就再走来找老祖，哈、啊、哈，老祖讲你的桌啊坐袂住，是一定在后壁冲门，哈、啊，你的眠床咧，你坐袂住咧，你困袂住咧，你面顶一定吊个阿里不单咧，哈、啊，吊个不单咧，啊那么咧，你的位置。睡错了，结果迄个情形咧，囡仔也卧室哈，变成一间门对啊，是吧？好门啊，是吧？啊，囡仔下只叫做书桌咧，后壁门就冲，哈。啊，囡仔一只叫做眠床呢，伊就讲去摆一只。他摆一只，好。摆四只，啊，这嘞吼，伊内底一间套房。伫套房。安尼嘞吼，一只囡仔怎怎唔敢困？这个就是一个壁刀，吼、哦，这一个壁刀，这斜腰子吧，哈、哦，斜一腰，哈、哦，阿老板嘞，这个讲白虎平白虎，白虎必胜，啊，这书桌嘞，后边嘞。这三项问题中对，哈、哦，所以囡仔困未着，啊，册也唔读，啊，做甲个囡仔妈妈呢，好、哦、开始就骂啊，骂讲，好、哦，因爸爸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讲都唔信啦，啊，就讲啊，那个囡仔实在都骂啦，含我拢骂惨嘞，含做太太叫老公骂囡仔，实在骂惨，见啦骂囡仔都含老母是骂惨嘞，伊讲吼，到底你是你骂囡仔，骂老母啊，有够冤枉啦。等伊了，我都讲，照伊就倒话，袂等下，我就像安尼，照像安尼，甲写转吼吼，写迄个叫做，就迄只倒嘞，提灯啊，因爸爸看，囡仔爸爸看，啊，等伊嘞，换囡仔也会甲爸爸大细声，啊，过经过无偌久嘞，因爸爸嘞，啊，都跪起来，啊，起来拜佛的是啊。伊讲啊，老师吼，你风水吼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我谢谢啦。我囡仔吼唔读册吼，啊，等下个悄悄了吼，感觉都乖乖，悄悄了真乖，吼，该悄悄嘞，乖就要读册啊。
好，较早呢，我拢认为风水，好，风水是迷信，风水迷信。我恁吼，切读伤济嘛烦恼。毋知佛祖啦，还是老祖，伊个大众生呢，两种人，上有地位个都会惊，上无地位阿婆都会惊。你念佛叫阿婆啊，和尚，吼，无读册吼。这差不真快嘞，念阿弥陀佛哦，就这师傅在甲我讲吼，我一直阿弥陀佛直直念，真骨来念，结果伊误导。啊，上有地位嘞，讲一伊就知影两，讲一就知影两，啊有滴，啊结果嘞足济吼，半桶水以上个啊，迄上歹嘞，落落落有声佫那无声，有声佫那无声，你落落，你讲全有声，你落落嘛好，佫有声那无声，吼，迄种上歹多，好，但是种。咱的生活呢，家己感觉真正矛盾，所以就这个情形啊，解了后呢，感觉这中央级这官员呐，好，伊讲讲啊，老师啊，这风水过去伊所听到，好、啊，所听到，我若要改，第一就爱钱，第二就爱坐，啊，风水唔知要哪坐，好，足反感的，就真反感。啊，另外我一个地主啊，一个地主的爸爸，啊，伊就上无爱相信神。因个某啦吼，囝啦咧拜佛嘞，吼用错诶，啊做干嘛？干嘛吼啊个错？哎呀，囝咧就啊，他爸爸咧做好业嘛，无要紧，伊就较忍耐呢，较忍耐呢的，啊较忍耐呢。忍耐到几啊年？啊有一天呢，有一天伊爸爸身体歹，伊爸爸身体歹时啊，啊伊甲伊爸爸讲，咱来去找老祖，我好在无咧信你咧。我少年吼，我当机个徛咧，我落来斗阵咧，啊就倒头咧看倒头啊吼，你倒头咧看遐久，那唔知，拢用我拖诶，我阿达又搁唔敢讲，啊唔敢讲，但是啊就身体伫歹，歹咧到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咧，啊即咧甲因爸爸讲，讲爸爸，无安尼吼，你若唔相信，无要紧啦吼，咱来老师，啊伊个叫吼。好样吼！啊，拄拄上过些三四个月以后啊，啊有一个姻缘啦，我都去伊个厝佚佗，去伊个厝佚佗诶，伊开一间工厂，好开工厂咧。啊，我看哈、啊，我某某人吼，好像五三，好五三哩，嘿，你我你足有能力，足有气魄诶，好、哦，足有能力，足有气魄诶，足有地位诶，好、哦，啊，你拢是相信家己尔，又是啊，无要相信谁，我相信神会感冒。嘿，我才歹相信，我歹中计，我较早在徛倒头，甲倒头徛隔壁，我也不知。我啊，安尼我就无去讲。不过我，你所有员工，你若动动受伤，常常受伤，你捌找原因无？诺、啊，啊，伊才个动受伤，找原因无？伊才讲，最近伊个师傅拢歹带，最近师傅拢歹带，受伤，手断个断，啊，都受伤拢歹带。伊讲，这是安那哈？这是啥原因？你也讲着，我咧想无，好想甲安尼头壳冒咧烧，我欲倒想冒咧烧。今日有这缘分，佛祖咱是要去度你款，讲你所有机器总摆好平，拢唔对，好动啊！咱向出一只名好动啊！吼、哦，你所有迄讲好动白好平，就是离火火就伤人，火就红诶，所以你会伤人。这先天八卦的道理，伊讲八卦，我阁相信。八卦伊个相信，敢若八卦你相信的是你这时你才捌。好，伊讲啊，我都无当着啦，看，好啊，你较早都无听人讲，人讲我感觉拢在来讲爱坐，伊叫人来看一届，啊，看一届一定我你一定有问题嘛。好，这里我先生啦，伊就嘿啦，我都吼来的时候叫伊讲看免煞无，免煞有啥办法？伊讲安那爱坐，爱坐偌济钱，讲开几万。哎、啊，我卖啊！我用个错个面出嚟，可能侬先生侬感觉做地理先生侬感觉，好去做运动，我你运动者，好我安尼啦，这都过都过去啊！你上好嘞，好、哦、你好平机器总桥桥顶当吼，做刷了两边两栋，好好整，这基本都完整嘛。祖国一来都安尼来，你这地是干唔捌？伊讲伊捌听诶，哦，所以这运动一大堆啊，干咩？你五千啊，伊叫。我提供意见了，第二天搬了了，啊，就搬了了嘞，他后面搬，机器佫足重的，我讲，你是安怎搬哈？讲起来，我讲你是安怎搬？啊，你够可怜，
伊讲无法度好，滴个叫迄个吹刀叫二刀机啊，塞入钢枪桥啊。我吼，我你靠到面个足歹桥诶。伊讲啊，嘛拄着啊，吼，啊嘛照准甲拖过就对啦。所以啊，咱人啊，好，咱人啊，了解着宇宙间的法则，宇宙间的法则，宇宙间的法则，咱来了解以后咧，咱的家内会足上好。哎，就刷了咧，遐师傅啦，转去，骨头转来，遐师傅咧，都未过去，干咧想我，哇，我要走，袂咧咧，带袂掉，因为手站断、弄断，这受伤。假使我万变米拉溜，我想哦，这间咧工厂咧，那么着些变啥高人，嘛是会惊。哦，所以这啦问题啦会拄着，要搁一个，哈、哦，要搁一个咧，一工厂，哈。是这人想告别，伊这个机器就对，哈。伊个普勒斯，即个邓普勒斯吼，甲四川吼，对啊，即个人吼，即个咱讲话呢，即信道，啊，伊着工厂人是好好人，真好个人，啊，伊若啥物吼，善事啦、功德啦，认真做。但是伊个唔相信神，甲唔相信地理尔。这个先生嘞吼，头家讲我相信神做神书做道德，但是我唔相信神，甲唔相信这个做地理。哈，刚刚咱嘞都讲伊个囝往开螃蟹枪，开螃蟹枪嘞吼，啊，就作伟村有一天在找来找罗总嘞，讲好啊，无答应要去。啊，去了伊老爸呢，吼，伊个老爸呢，啊，真一间即个铁工厂呢，要去个时啊，吼，我讲恁老爸看，伊讲卖啦，老师卖啦，卖阮爸爸啦，卖啦，我是安那，伊讲阮爸爸无相信这啦，我一直感觉就足想要去看你爸爸就对，一直想要去，伊讲卖啦，我你愈卖我愈要去，我甲笑恁爸无咧开交警啊。吼，也无你开查某经，也无开这啥，你也是一个人去。伊讲唔是啦，只实在讲，我去，你讲你也带我，你也去哦。阮爸爸会对你失礼，会对你失礼啦。我失礼就失礼缘分嘛。啊，昨日去的时啊，因爸爸面色足歹看，好讲，哼，好，哈，好，哈。我讲，恁爸爸心脏病到位啊，心脏病，啊脑咧吼，脑拢起问题，脑直直缩过来。讲嘿啊，好，啊恁爸爸若无大声喊话，起码是袂好，真正要大声喊，好讲话，但阿妈骨那是跪地咧，大声喊你咩甲工厂员工含个家己囝，大家后尾惊死，伊哦，大声喊出来，若无讲袂出来，伊讲老师，我是啥原因咧？我讲你是白好。白好动，啊！这个呢，这朱雀，哈，三口，朱雀动三口动，哈！啊，伊这个啊，伊爸爸吼，最近确实就安尼，心脏崩嘞，脑缩嘞，真艰苦，啊，脾气直直夹起来，直直一直大声发，啊！伊讲问个啥原因，啊，伊就去跟爸讲。啊，因爸呢？啊，知唔知系嘛？因爸做面试做歹看咗，啊入面，伊叫因爸讲，爸，老师讲啥？哈，你都冇错好诶，啊是啊，可是你冇错好诶，你都先甲讲下咩？无老师哪知啊？吼，你迄细人哪知啊？讲我那心脏甲脑都缩诶，你一直错好诶，半拉在咧，直直讲讲讲讲讲讲咧，好搞混咯。
哈哈，刚才说，迄个甲因妈妈，吼，甲因妈妈讲，啊，因妈妈则讲，嗨，我你这吼，你若遐无相信人啊，啊，你若无相信老师，吼，你个老师啊，伊阿咪讲，哈，即个甲人骗食，骗吃骗喝，吼，啊，人半路是一时，我要来甲你发工厂，哈，啊，伊则咪讲，好啦，要瞧你去瞧啦，吼，我就怎么好啦，要瞧你去瞧啦，妈妈佫唔敢点动，囝佫唔敢点动。我讲吼，我今来这座吼，你着家庭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老早伊一定要来管你着啥呢？哈啊，后摆这个先生啊，哈，这个先生工厂头家，伊才问讲是安那地理会影响人，伊就开始玩弄落来，是安那地理会影响人。好，人到底是安那受地理影响？好。我才看讲，咱人出世落来，出世伫世间，时间、空间，咱伫倒位出世，哈，当时年月日时，当时出世，当时出世以后呢，咱就来伫母胎出来时，含大宇宙这空气就接收啊，接收呢，啊，你就咱内底呢，咱一个小电子，这小电子呢。哈、哦、啊！咱的人内底都有血，哈、哦，都有血，有血内底有铁质，有铁质的，你地球都是石骨，哈、哦，因为伊相信地球是石骨，哈、哦，太阳是石骨，为了磁力吸着性，月亮拢有吸着性，你们的各种的拢有吸着性的是啊，互相相牵引，迄是地球，咱人出世出来，咱的血。甲骨嘛，来细胞内底拢有体温，体温呢，你就会受到这个啊、地球上啊，这个叫做每一个环境啊，伊有这嘛吸着性，所以咱会受伊吸着的，吸着呢，咱袂飞起哩。那无吸的，咱就硬硬飞。啊，咱就是安尼有地球有吸的，地球有这吸着性，咱人嘛是有吸着性，所以甲你扭掉呢，你才袂飞起。这道理就是安尼尔，好，那么一间厝，伊嘛有吸着性，厝一间内底，伊嘛有伊个气，这个气呢，厝个方向，厝个外形、外壳，好，伊本身就接受到空气个对流，空气个对流呢，内底呢，那就一条电视机，那就电视，好，啊门就那天线，啊电视，你咱人都。电视内底零件，灶啦、床位啦、办公厅、办公桌啊，所有机器都是零件。那么这零件呢，咱人的身体上呢，咱的体质啊，较细呢，受这所有感应呢、左右呢，哈，结相符合了出来。我这人要讲啊，你就听我，反正讲三遍三次也讲不了。好，所以啊，咱这个这个地球上啊，任何一个点，哈，拢闹得震动的时啊，一定有吉凶祸福。比如我这普拉斯一动，哈，我伫这边的咧，就我好平动，这口罩就不停。你若一动，哦，这边的人袂歹，这是阴阳一善一恶，一阴一阳的道理。好，我话讲听，伊讲哈，你来吧，先阿公。我讲我来打入你门一个面拗吵拗拗吵吵，我要找人讲，啊，我讲你个牙听，家接受我诶，这个叫做境界，甲你提供，要拍摄啦先咧，要拍摄啦先咧，好，我你要那迄个，我再请你啦，好，你要请我啥？好，我请啥？我请你啉一了，是咧，我这无咧靠服务，我同你请来啉，重在现啉，好，都足欢喜啊，啊，真好啊。啊，家己啊，吼，马上拢超，所有拢超过，拢超两名过，超两名呢。迄早起个，我拄在这个耗了一个早上。我讲安尼，你只感觉，无共款哦。你是甲食乌个啦，我你甲上乌个，哼，我无啥物甲上乌，这是道理尔嘛，吼，道理尔。伊讲吼，伊最近哦，那喉咙真爽个，暗时困当中三更扑一跳个，那就跪伫地，啊，那喉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兜面头前正中央啊，头前正中央，逐水莫打得胖，机器伫动，
啊 ，press 在动，冰箱在动，冷冻库在动。好、哦，你悄悄过，你个悄悄过。好、哦，就管你怎样。啊，你就搞迄讲，搞白听，规叫白听。白虎洞上十个人，一家人。白虎洞上十个人，伊讲哈，阿叔，我某虾米虾米死，他洞洞虾米死，白家你咸无咸无。我讲吼，你着今日是足出边个啦吼。啊，你着你这要改嘞吼，这救着你某个命，吼、哦，救着你某一条命。啊，讲我嘛救着，伊嘛家己着救着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啦，就是风水的问题，风水的问题，风水不是咱的阴体，嘛不是讲咱的迄叫做这个祖先啊的阴体，或者风水，好、哦，风水包括阴阳二体，包括阴阳两种啊，好、哦，所以拢是风水，拢风水，所以讲呀，咱厝头前门口之外，那有某在咧胖，你爱注意。要看咱一个信徒，啊，伊几家伙啊，几家伙嘞，哈，口业好，几家伙大细汉咧，是袂含三岁囡仔卖错人，哦，迄个咁多三岁囡仔，啊，都听人去写错，我自己会的啊，我一个会晓，是啊，伊就一台做天木工匠，木工要开木工嘞，一家工，啊，伊个嘞，哈，门。头前正头前遮嘞，啊一台恐怖咧杀，一直咧胖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等个正中咧胖。啊像啊这条线牵遮，这条线牵袂，啪啪啪在胖嘞，啊胖到咩嘞？心啊烦。所以咱个厝啦，就比如讲这个所在啦，咱一间店面是安尼，吼、哦、一间店面安尼来讲，吼、哦、头前嘞，遮有恐怖咧杀在等，无论是恐怖咧杀嘛好，你若伫干，一定袂安尼，吼、哦。心怀我讲啊，你想我嘞？你也悄悄对两边去，悄两边去就平安。真正伊都超过嘞，囡仔袂骂人。囡仔就算咱三岁囡仔袂错人，即啦，有阵咱话怪伫囝，吼、哦、无教育，怪伫社会无教育，怪伫老师无好好教，事实足侪问题就是发生伫咱家己身躯顶，咱家己无去知觉着安尼尔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无知觉着。即点呢，直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。囡仔，也有一摆囡仔呢，北部地区，囡仔的即卧室。即摆有湿气足重个，湿气真重嘞。你若讲啊，创除湿机个，爱注意。好，你啊除湿机个，你莫放家己囡仔坐个后壁，书桌个后壁，啊书桌个后边，眠床个后边。你若除湿机个，直直当啊，伫除湿个时啊，囡仔坐袂着，袂安，册嘛袂读，袂读，直直摕嘞。好，即着咱。比如我书桌坐安尼，正平面，正直直胖，咱唔通安尼。后边呢，吼，这条做除湿机，哦，去后边直胖。过来一件呢，都囡仔的书桌咧读册，你电风，你莫甲摆好平，你电风啦好平咧胖啊，囡仔心会乱。哈，你电风莫甲在后边坐后边上后边呢，好在后边冲，后边呢，囡仔书桌后边呢。好，你食胖的时啊，电风咧吹啊，囡仔坐袂住，啊，囡仔智慧一直失哩，电风，哈。那么，咱的书桌咧，咱来坐咧，头壳顶，你冷气孔，迄是足不得已的。若无囡仔书桌啊，面顶，哈，书桌面顶啊，你上好唔好有冷气在咧吹，遐冷气咧吹咧，你闹会啰啰。囡仔小朋友诶，头壳啰啰，头壳啰啰咧，啊，读书直直退，吼，啊，咱囡仔困诶眠床啊，眠床下骹咧，面顶上好是卖有冷气，有冷气机咧，就胖，因为暗时啊，咱困起是完全静止诶状态，静诶状态时啊，你胖，脑神经会衰弱，因为咱困起诶时啊，咱诶外口诶声咧。表面你无感觉，
顺时咱困起是啥那是刷房地理，刷房地理，你这是当当当当嘞，你就造成嘞，囡仔脑神经会衰弱，这点足重要。所以文明病愈多，愈文明的时代啊，文明病愈多。哈，这里囡仔卧室啊，囡仔卧室啊，爱注意，异常爱注意这些。啊，伊小朋友呢？你来卧室啊，妈大遐有诶无诶，大一梯啦，什么梯啦，都什吼大大规大片的。你来心里乱，即摆偶像级啊，即偶像帅哥啊，吼有够侪。偶像帅哥咧吼，出来在你大三十滴吼，你囡仔咧，干来去想遐帅哥就好啊。哈，想帅哥啊，陶醉伫帅哥，你就谈不起，哈哈，这一定诶，好，这很自然诶。啊，你崇拜一个就好了嘛。崇拜鬼打钉的哈，我今天我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一个，后天想那一个嘞。安尼嘞，囡仔会读册，愈读愈提，愈读愈册，哈，这就是讲啊，囡仔卧室啊，囡仔卧室。啊，囡仔的书桌啊，咱若坐嘞，后边，莫拄着迄个便所，莫便所门来冲，莫便所门来冲，咱书桌塞去。莫含便所门小口，不要靠在厕所门，厕所墙壁。啊，那安尼囡仔愈切读愈读书嘞，啊，就开始愈无智慧。啊，所以各位啊，家家户户拢未来主人翁。啊，我足希望未来主人翁啊，每一位拢会当讲，得到平安嘞，会专心读册，后摆做一个较有用的人。啊，所以这里。所以囡仔卧室啊，哈卧室啊，真正重要。咱几个先师啊，往上多做，要多一寡啦。确实，一个要众生歹度。那么众生歹度咧，即摆拢会着佛菩萨咧，要度众生咧，才发觉拢会对佛，即个众生的囡仔、子女呀、啊，对只囡仔来发生问题咧，对只囡仔来做导引线。所以有人讲，哎呦，是老爸大囝，还是囝大老爸？我结果看看拢囝大老爸、大老母，囝大老爸、老母，唔是老爸、老母咧大囝。吼、哦，即款人啊，吼、哦，拢囝吼，拢个宝贝嘛。好、哦，含我嘛同款啦，我嘛宝贝。哎，我囡仔我嘛感觉宝贝。一旦宝贝时啊，吼、哦，囝人啊，爸爸，咱来拜神拜佛啦。好、哦，伊就会，好、哦，伊就去来去啊。人叫伊拜神，哼，拜啥？是什么时代啊？啊，这换了囡仔的问题啊，吼、哦，来招大星，吼、哦，这样，所以男人啊，拢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啊，不敢花露出来呢，不敢花露出来，吼、哦，这里假的，这里吼，假我面壳啊，面壳啊，去白掉嘞，感觉是真正可惜。那么礼拜天呢，开智慧，囡仔是足多，吼、哦，好几百位拢小朋友，啊，小朋友啊，拢是爸爸妈妈带来。啊，爸爸妈妈带来，拢是佛前的，为了迄、那个是佛前，为了囝的，伊咧跪佛祖面头前，伊甘愿跪着，我希望佛祖，让我囡仔较聪明咧，会当较乖咧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讲要是到爸爸妈妈要控过咧，你就干干啦，爱让囝来度，伊才把压得下来，跪佛前咧，叫拜佛，那无咧压不下来，头壳拢看干都多像样。哦，即摆就只乖咧，众生的习性。哈，众生的习性就对。那么，咱小孩子床位啊，好卧室啊，遐都爱注意。啊，上个礼拜有强调过，囡仔房间色绝对莫分人个色，记住，尽量少粉红色的，少红色的，哈，尽量这样讲些。那某一个艺术殿堂，某一个哈艺这个艺术殿堂呢，啊，换新衣裳起来。伊就经过伊内底办公厅回去时，拢去擦粉红色、紫红色。哈，啊擦紫红色嘞，伊想哦，这个嘛吉祥吉利，哈、啊，代表吉祥。啊擦掉嘞，哈、哦，这艺术殿堂嘞，鼠端就得来，哈、哦，鼠端感觉奇怪，啊新鲜度啊爱粉红色代表吉利。我讲你伫议会吼，啊是你这代表会嘞，你唔是教这个官员来记。你记，因为牙多啊，你切，切干嘞，老火水啊，唔是安尼，吼，那安尼是啊，你想要讲来
看见老百姓荷包没有错，看见荷包没有错。你如何让政府加有关加官员呢？他们能够了解了解这里，从内在心灵道德来培养起，好，都要培养起。没讲哦，我一定那像你顾啥，顾条条，你顾路条是路未好势。啊，因为人拢有自尊，啊，咱有自尊，咱嘛爱尊重自尊。所以啊，你出来这房间啊，好、哦、卧室啦、啊，一些唔是讲家的小朋友啦，红未使的，包括所谓系公家单位嘛好，啊是公家嘛好，你呐反正有粉红色啦、紫红色啦，咱规片的，迄尽量不要，迄影响那视觉神经，影响那视觉神经。啊，咱直接呢。继续过来讲新婚洞房花烛夜哈。老早开始，新婚洞房花烛夜，万紫千红，满室满室香。好，碧花啊，飘香朱碧莲，朱碧莲因爱夫妻，哈，献天仙，哈，献仙神，献天仙，人间好景不无常，因何生离数别多？只言因果在循环呐，是经有几万几房哈，宝地处，粉红色蕊心会大。插脑精汁操不完呐、啊，哈、啊！称为白虎靠正一边啊，哈、啊！南部外客不入门，哈、啊！称为变数，哈、啊！门冲南来冲，南部夫妻不分离，风轻世人多惊多惊醒，哈、啊！依照正法勤修行，一家和乐见太平。一家和乐见太平，哈、哦，这就是讲，咱老早可能开始，咱每一年全省离婚率、离婚率，哈、哦，即摆已经突破32000对一大关，咪股票突破32000点哦，哈、哦，咪突破这离婚率呢，一年呢离婚32000多户口，32000多户口一口罩平均两个囝。安贵，即卡啊两个四个咧，一年都12万人，一年12万人，十年都120万人，十年，吼、哦，啊即安尼咧，唔是安尼了，倍数会增加，倍数会增加，所以台湾啊啊社会咧，即未乱嘛，唔乱嘛，爱维护较乱，但是即乱呐。这乱管理啊，除了讲个人，有个人啊，吼、哦，即摆就讲这婚姻的乱怪现象。哈、哦，有讲说八字命，我才想想啦，有一寡做爸爸妈妈吼，啊，就出来，啊，提你囝八字命，老师你看，我这囝吼，娶几岁较会合，啊，这个会合无？我讲你莫提一螺丝钢吼，啊，提啊螺丝帽给提几粒来。因为老人生化大吉生海吧，那、啊、老师这人了，没螺丝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螺丝钢螺丝木嘛，大吉生海吧。好、哦，伊讲人讲差几岁未生嘞，我唔是安尼。目前台湾离婚率上悬，哈、啊，离婚上济，差四回离婚上济。好、啊，因为呢。你差四回想，哇！我娶一个差四回的，他差四回，迄对我好，忘我对他好。我嫁一个四回，差给我四回也好，啊，希望呢，他要对我好，忘了我未记得我爱对伊好，拢忘了自己去付出了。所以啊，咱即摆呢，即话拢什么？老师，你把这差几好？我逐回嘛好，每逐回都嘛好，好。啊，差六岁咧，离婚率最少，因为咧，伊讲哦，咱差当时要结婚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六岁人反对，咱就袂用互看破下手，咱爱看互相相忍就对啦，互相相忍，
啊，袂用狂破啊，就，哈，所以啊，这个呢，结果你六岁离婚上济，差四岁呢，希望人家对我好了，拢一味的希望人家对我好，结果无影就怪麦人婆啊，你这麦人婆啊，找好女类，好女类，吼，我差四岁就偌好啊，哈，啊是安尼无影，那无影对我好，结果呢，忘了尊重别人，忘了尊重别人，哈，这就是讲，这台湾的离婚率。真狂的心理的变态，过来做爸爸妈妈，这个境界的我执我执，结果哇，一直差几岁才好，差几岁才好，啊，你若无差六岁，伊就感觉咱唔敢嫁，查囡唔嫁，后生唔嫁，啊，结果私奔，卡巴排排呢，衫裤，我若两两若替换的话，你即马百货公司便便的衫免做，吼，啊，我过来买就有啊，即马边啊迄个做啥，多什么多点的迄个货啊，迄像这一领咧，我的百货公司一领才3000块落去，108块、109块、99块，好99块。我三四年前啊，我去买一个夹克啊，夹路咧，伫向上路，等于向上路了，加这条做美顺路加遐啦，一领外套夹克偌济，够唔得要着无？一领10块，一领10块。哦，我都发袂，我去遐看咧，我去买一领10块，我即嘛要你穿。迄个10块我买，我伫百货公司看咧，迄领才几千块，我买10块，你想我走都走袂甲买，收单我买袂，即半点钟来10块银，半点钟以后袂使咧500，我买着10块。好，啊，咱来拄好咧哦，啊好啊，我两个撮人讲，吼，啊我免行无啊穿，来即路边。多点的满四个，一年109块、99的，200的，起码四个裤衫拢有啊。哦，这就是，所以你厝是大人的五级嘛，为了差几岁五级嘛，所以造成呢，系世间的不平。那么结婚以后呢，嗨，好，两个一定是想尽办法来，对方的是大人不满。甲说人娶入来时啊，好啊，你这大家啊，大官你真正反对我，入来我都换我甲你硬你啊，看你是你较敖，换我较敖，即摆真是安尼。好，原来呢，好，我要娶入来，公公婆婆反对，好，反对了，反对干呢，今摆嘛娶入来，啊，娶入来时啊，即摆人好换我了，换我当家，换我当家，脸色给你看，哈哈。啊！咱真侪信徒阿瓦送啊，啊来咧投到目屎来目屎滴。我讲迄个你要对伊较歹，我都无介意。我对啊，你看无介意，伊只换你看无介意，换伊看你无介意，正常啦。刷牙也刷袂哭，刷袂哭。那么各位发生这情形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迄个时候咱欠人，咱爱注意，哈、啊。咱呢如何来化解？如何化解？度了，家家户户足侪拢有度了。那么如何化解这姻缘呢？咱爱必须要化解。好，娶入来，好，咱首先呢，哎，那甲反新妇反对的时啊，咱首先的条件呢，基本的原则啊，咱娶入来了，咱爱对好，好，因为总是的，人的亲家亲嘛，吃遐侪回啊，饭堂无甲咱请，啊，入来，咱爱，咱对较好。好，然后咱爱甲新妇讲，过去我啊，咱都见解无相像，立场无相像，所以我咧反对，我嘛是要为你好，希望你个嫁一个甲你有较缘的人，无想到你甲我缘结这么深，吼、哦，结这么深呢，那么呢，咱就足有缘啊，就斗阵啊，共一口罩，嘿，凡是咱顶世人嘛共一口罩，所以啊，吼、哦，我会对你好，吼、哦，你要对我好，唔对我好拢无要紧，但是我会对你好，你爱甲讲。我会对你足好诶，但是你对要对我好，唔对我好拢无要紧，就下死鬼先下。哎呦，先下，吼、哦，事实嘛，化落伊诶内在，人诶心愿，迄个反省忏悔，反省忏悔，那忏悔啊，忏悔我到这里，我迄阵我有意见，因为我心见无相像，无下见解无相像，所以会反对。
你爱讲，把这个心甲拍开，相信各位家庭会平安顺遂。过来呢，咱爱念佛，无论大家结缘、大官结缘、新妇结缘、囝囝婿结缘，咱一心一意咱念佛，甲包容、甲包容起来，有一个缘。咱来包容起来，咱念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咱来回向回，回向，愿意出功德，回向我的新妇，回向我的囝婿，还是回向我的囝。吼，咱拢用阿咧回向。假使呐是大人业力，会是啊，感觉足无量界，咱念佛欢喜接受，咱南无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来回向，互咱的是大人，回向咱是大人。咱若出去。去道场，也是救济单位咧。咱做功德的时啊，咱用咱的新妇也好，囝也好，囝婿也好，也是咱大家大官，咱用伊名甲做功德，甲做功德，会当做这样做。咱家庭咧，即寡姻缘就安尼会化，尽量化解去。这是足有效、足有效、足有效的方法。好，回想八九年前，南部哈就因伫落地遐，哈一早啦。啥人呢？伊就来问老祖，问讲伊的家运，哈、哦，啊问个老祖，你讲你免怨叹，现在你的新妇甲你逆个，哈、哦，无顶世人你逆恁的大家的十分之一，你的新妇甲你逆，也无顶世人你逆恁的大家十分之一，煞袂哭，煞袂哭，啊煞哀，还讲阿要安怎？好，你讲甲真正我顶世人。顶世人对我大家真真热干呢，老大讲无唔对，你热你的大家。啊，那么呢？现在呢？叫现在这个你的大家，就是现在你的新妇，佮转世来啊。哟吼，足多个，迄个布我感觉足细个布，伊拢摕出来。哦，所以讲你去爱笑，吼、哦，足多个布伊拢摕出来。足细个，他顶世人已经伊大家布吼，哈伊即摆吼新妇咧，回翻头去结个，伊感觉这布伊拢知影是布，啊这布数，拄着啊，我安尼啦，拄着吼，啊你念佛，当这新妇在甲你结，勿要紧，你会欢喜甲接受，阿弥陀佛咯，慈悲哦，罪过罪过吼，阿弥陀佛咯，啊你一定欢喜，你一定念南无阿弥陀，用着念，愿意出功德。好，拜请拜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，哈，做主，哈，地主，哈，甲某某人累世，甲地某某人累世有只缘的存在，哈，所以这些个有缘相逢，那么地主的念只佛的功德，拢要来回向，念佛的功德回向给消这解毒，哈，解毒煎丸。好，你就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你就念。早时开始讲，我今日要念佛，要回向佛；暗时要困之前，阿弥陀佛变成我，才拢要回向佛人。一点仔时间就过就好呀。结果嘞，过过些一两个月，两个通月过来啊，一笑啊，我阿娘人生不好对个，吼、哦，足好个，比早间更加有效，吼、哦，比早间较有效。我甲笑讲，啊，你过去钱开偌济啊？唔好讲啊，卖讲啊，好，唔好讲啊，好，都四界红盖红济。红盖红姐，我无效啦，红姐无效啦，哦，红盖嘛无效啦，靠家己盖，家己做，家己做，家己做，欢喜心接受，啊，家己忏悔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即款离婚率咧，遮悬咧，就是大官大家，吼吼囝囝业咧，咱一个信徒咧，啊，伊为着这个结婚无偌久，啊无偌久咧，啊伊的这太太咧，找。因太先生诶，讲要离婚，啊！先生呢，烦恼安尼是，我到对你家伙是安尼，就要离婚。伊讲无法度，恁爸爸、恁妈妈吼，吼我介袂捌，吓因爸爸妈妈袂合，所以我不得已咧，我无来离婚袂使。啊！你无甲我搬出来吼，无甲我搬出来咧吼，但是刚刚伊孤囝，老爸七十外岁啊，老母七十岁啊，无搬出去。好、哦、啊，要搬出去未使，无搬出去就家来咧。伊做咧，啊，问伊老爸老母咧，讲啊爸爸妈妈吼，啊，你是怎个啦吼？啊爸爸妈妈是足有涵养，足有涵养，拢无讲无啊，我媳妇都足好咧。哦，我先这媳妇无当找咧，足好咧。哦，足有效诶。
好，啊，这作用下，伊就刷。啊，这太太呢，啊，伊就开始呢，又搁逐工都讲，伊打打官司，你赢。啊，事实打官打家无赢。啊，伊就是啊，太太呢，你读册读真悬，好、哦、看家己是大人，讲话袂惯势，好、哦，家己是大人个讲话袂合，好、哦，讲话袂合，讲都无智慧，哈。所以即摆现代就全只一寡查囡仔吼。查甫囡仔爱注意，你莫讲看家己丈人，甲大我大家也无读册，好吼，佮无水准，讲话安无好听，讲话一挂话拢无营养，爱注意。即摆真侪安尼，离婚率足悬拢走出来。我免惊后世人，咱的囡仔吼，后底啊，咱的囡仔讲话甲人下，咱的新妇一定一条线通过的人，一条线通过的人，免惊袂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就安尼啦，我甲讲吼。你等下太太讲，吼、哦，这先生啊，啊，这先生啊，啊，甲伊太太，啊，叫伊太太坐哩咱下面遐坐车顶，伊唔起来，伊唔起来，干那录音先生呢，来求老祖讲，哎、欸，问老祖看要安怎，啊，想机会了，看我都搬出去，我若要搬出去，我袂甲你赞成，你免冲空来话录，吼、哦，一定我讲的是伊讲啊我。嘿，老师啦，师傅啦，讲我用搬出去，等下就挨你老爸老母老师傅讲的啦，我用搬出去。好、哦，后者，啊后查甫人哦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看，我内底名底我有，人讲我有几个某有影无？我咧一日都饲袂好势，你有几个？无影，人讲算讲拢几个了。我知影迄点要找机会落，即落的时候，嘿，那实验室的老师讲，我用带两个三个吼，等下系啊。就做我做下底，伊就找机会去娶啦，吼、哦，要去拍。啊，这样呢，我讲吼，你就靠好心诶。啊，你一日某都饲袂好势啊，你讲这当真是这样你讲？你那先生，我去用算命算足济，我也算唔知你已经都去吼、哦，已经去爱着人啊，吼、哦，你已经在拍，吼、哦，你就所以你会拢四界找楼梯要来落。我讲你还不应该，吼、哦，做人的基本原则啊，你硬偏去啊。我老师，你也知影我的心。我哪唔知道，这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查甫人来问讲，我是唔是哎呀，都有迄、那个有大我细伊个命无？吼、哦，一定你一定在一度拍，有在开始在拍，一定的道理。吼、哦，这边佫问啥？吼、哦，过来呢，你一定有这个心态是啊，你就想讲要互恁太太互厝个人做一下阶梯的，做楼梯。吼、哦，我一只梯落，结果呢，我爱甲你扶这个梯。扶到这个腿没倒哟，那无嘞，摔倒来往下跌死。哈、啊，哎，老师，我你足恐怖，我足恐怖的，啊、我足恐怖的，我勒恐怖。好、哦，我勒心思你拢知，这世间事呢嘛，真简单嘛，真简单嘛，看太济嘛，吼、哦，我等下好忏悔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安尼情形啊。咱呐，人来世间呐，好、哦、爱了解家己，问心无愧。问是电龟刚，好，我大凡事，我来这地主，好阿德先生，爬山事业，太太的这个安的难，好、哦，你这边我先生我有大波细雨无？无啊，哪有？哪有大波细雨？我你等下我你看，你背住我看，我看有两个翁无？我嘛一个尔哪有？吼、哦，因翁足欢喜的，吼、哦，我甲侬硬硬我讲我有几个。我事实都无，甲侬讲，我规个死去用算命就了，去用算命讲恁翁个对，因翁事业正顺时，事业顺时个，算命就讲恁翁开始伫特别伫拍，吼、哦，极限不能。所以咱人生活就互相尊重啦，咱个社会会较祥和，人生会较安详，会幸福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新婚洞房个花烛个即篇啦，吼、哦，咱今日嘞，好即节嘞，啊，讲到遮。刷了呢，咱就开始要来讲房间内底布置，布置非常的重要。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